嗨，大家好，今天我在这个 Sunway Velocity 这里，然后有人跟我讲 Sunway Velocity 的最楼上那边有一个很特别的文创市集，里面很多很厉害的人，我们现在看一下，现在要上去。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这个就是文创市集啦。对啊，刚才我在这边稍微看了他的这个，稍微看了他的这个传单的时候，看到的有一个，你只需要花50块就可以体验10个工作坊。50块哦，一个工作坊才5块钱，那可以学到什么？我们去看一下。好，这些都是用铝皮做的。是纸皮艺术，这个纸皮艺术，而且是玩游游的专家，很厉害。说这个很厉害，这卖的东西都是单亲妈妈在做的东西。单亲妈妈在这边也有 3D 打印技术，这些刀都是 3D 打印出来的，看到没有？太厉害了！在教小孩子。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这里也有卖这种黑胶唱片，都可以拿吧？那些我赔不起，380块，好烦，可是你看到全部都是哦。如果你们要找黑胶唱片的话，也可以来到这边，楼上最高的楼。哇，还有我看到两个卖那个鸡，那这边就可以学到做肥皂。所以刚才说到那个50块10个课程，这个可能也是可以学到。然后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空间，因为可以让年轻人来表演，下面一个舞台来秀一下年轻。看来我现在紧张。来到这边呢，你还可以学到咖啡分辨怎么咖啡。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说，为什么喝的咖啡会心跳很快不舒服？就是最重要是这种瑕疵，就像我们发霉啊、虫咬过，那里面就会有细菌，所以他们没有挑出来，他们就一起口舌的，就是一起去尝啊，让大家去喝。结果喝了很多时候就会讲哇，心跳。空气槽，嗯，对，我们现在空气送礼了，我可以拿了，对不对？可以，没问题。现在不用礼物了，嗯，哦，来就是在开着花的，开花，太棒了。好，来到这边的 workshop， 你可以学到做手工一个小小的卡片。Thank you。还有花茶，教你喝花茶。梦想里，刚刚跟创作人聊了一下，这一个熊呢是他设计出来的，然后他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可以勇敢的追梦。
所以他创造了这一个熊这个人物出来。这个就是创作人，看到吗？创作人。创作者这边有一个梦想信箱，你来到这里，你会跟他买一张这个信件，然后呢可以写下一些东西，然后交给他买一个这个邮票，他会帮你寄，投进去就对了。纸做的手工吗？纸条。这些都是纸条。对。哇，这个就是创作人是吧？哇，好厉害。这样做一幅要多久啊？做用了2个星期。2个星期啊，不简单，他那一间店名很特别的，他叫做，看到吗 ？I have no style， 这是卖什么？卖衣服的那些 I have no style 会有生意没有？你看一下。这个就是 I have no style 里面卖的东西啦。跟他的名字有点不符了，因为他卖的东西我觉得蛮有 style 的，你看，蛮有 style 的搭配起来，所以漂亮，有兴趣的可以来看。哇，这边可以学到用粘土来做公仔。十年他会有一间店在这里吗？哦，有一间店在这里，在这里。这是老师，这是老师。哇，还可以学到做肥皂。自己做肥皂，看看在做，那 body scrub 之类的东西。那大家看到后面吗 ？Commune， 他为什么会放 Commune 呢？是因为他觉得是要集合大家的力量，要一起才可以有效果这样子。这边呢，就全部都是艺术品。全部手工的嘛，手工制作。糖料。哦，还有儿童做的一些工作坊。那刚刚逛了一圈，我觉得这里的人很厉害。全部都很有艺术，因为这个文创嘛，就是文化跟艺术的一个市集。来走了，觉得我自己很渺小，全部都很厉害，有折纸啊，做那些手工啊，做肥皂啊，介绍咖啡，教你们怎么品尝咖啡啊，太强了，我什么都不会，只会吃。可是我刚才看到还有一个东西很特别的。刚才我进来的时候，除了看到有这一张。我看到有另外一张，还有这一个东西，然后我在墙壁看到了一些东西，我再带你们去看。我发现这个东西了，看到没有？所以在这边很有趣啊！你在这边走的时候看到这个东西，下载你到了这个 app， 啊，到了这个 app， 可是好像只有在 Android 才有的。然后呢，你就按看到上面对吗？按一下，看有没有奖品啊，给它 scan 一下，有吗？ Yeah， congratulations， you get my candy for free， 什么来的呢？看一下， you my candy detail， 我抽一个 oxygen 水，现在我要去 claim 了， yeah， yes， 我中了，我要去 claim 了，然后就走到 escalator 一上来的那个 counter 就可以了。我拿到 oxygen， 氧气水，喝了会年轻一点，是不是？你可以试下。怎么嘞？要马上喝的？要马上，看有没有氧气。这个马上喝哦。这样马上喝完哦，这么多，真的要马上喝完了没？不一样。切，被骗了。记住啊。现在我们要找恐龙行动，看去看那个 Ice Age 的展览。我找到恐龙了，它在前面。看到吗？它就在这边。我在怎样 scan 呢？所以呢，如果你平时呢。
比较有时间啊，或者是想要找个有趣的地方，想要学习一些东西，增加自己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创意的话，你可以来到 Velocity 这个五楼这个 Commune 的这个地方呢，来学习一下，因为50块可以学到10个课程这样子啊，工作坊。